我想看一次绕金山。为了这个想法，我们正行驶在214国道上。这一路并不漫长，在白马雪山的垭口，我兴奋地踩了雪，拍了照。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是夕阳，这些意料之外的美景，感觉自己被偏爱了。担心错过新年的第一场日照金山，我们早早地来到了飞来寺，晨曦微明，勾勒出雪山的轮廓，直到金色的阳光像神的手指轻轻点亮了卡瓦伯格的山间。我虔诚地对着神山祈祷，祈祷年年岁岁事事顺遂。日照金山，哇，都红了。想看日照金山有两个观景台，飞来寺和乌龙顶，金帆、雪峰、白塔，这一切就好像梦里的画面。我在雪山前转动转经筒，撒了农达，祈求山神的庇佑。出发就像一场遇见，遇见向往的生活，遇见有趣的回忆。2023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在人群的欢笑声中跟花里走向了2024，繁星下的月照银山，见证着这里每个人的故事。